摆脱了疾病和工作不顺，但小人却频频找上门。他以前的家是怎样？他们家外面看出去呢，印象中就是看个坟墓吧。一过来我就超忙的，不很好啊。然后大概工作多的时候，遇到问题也会多。如果人是这么难相处，那我就算了吧，重新投胎。